三月份啦，你哋开咗工未啊？我依家梗系，跌打先，三十个到七，保安，喂，讲笑啫，开机啦！ 大家好，我系超级瞓见点赞，专门通多关注360度零时，咁我定向正康清癫痴啦，仲猛我波飞栋笃笑石你批婆，先有石基地住黐人，简称超人，亦称期间我哋出街自觉近人笃屋企咧就自觉笃喺屋企人吓，依家我哋见面打招呼就系，而今日笃咗面啊，日笃夜笃，哥下笃笃声呢个发梦都会出现啊，发梦都会俾人笃醒，但做咗一个月又多啦吓，都惯晒啊。 应该唔会再有人迟得高过阿姨咁唔惯啊，宁愿跳科都唔戴口罩咁有冤则啩。但依家一学工又唔惯啦，出街就适应咗戴口罩啫，翻到办公室都冇戴位。 又系冲新适应咯，我时代开边就话最唔适应就系上班烂通，时都唔通一样，可能系啊，隔呢再加好呀好猪，个个飞嗰只猪啊，系贵咧，啊发烂就做两个月唔开啊，搞我哋上班烂啫，啊翻到公司啊个个 F 4啊嘛，姐，我啊一嬲唱法啦，个个以前话持正意见噶嘛，点解逆称翻咯系好呀好猪？ 有个个话我似高耀聪，系咁，我哋公司咁怕，几百个清障员一眼就认得出边个打边个啊，因为清障员啊嘛，个个都冇咩头发噶，一认就认到系烂同事啊。不过女同事啊烂认好多啊，而且唔使戴口罩，个个化晒妆，看到惯晒噶嘛。依家唔使化妆，我要戴埋个口罩啊，你斋看个上半块面咧系好烂认噶。边个话你唔化妆啊？戴咗美瞳噶。 咁你班女人又话唔画眼眯咯，又唔戴假眼睫毛咯，咁啊戴个眉通做咩咧？人哋话戴美瞳可以保护只眼噶，挡住啲病毒气凝胶啊！你识咩啊？咁咪就系咯，嗰女同事个个戴口罩，戴翻眉通，个个差唔多样啊！而家硬啊，咪搞到我啲男同事好难适应咯。不过女同事咧有一只牙都唔适应啊，迟得我老婆话啫嘛，以前坐办公室日冤外卖呢行啊，用只手挡住啊撩到啦，依家戴出个口罩，迟得遮到好实咁啊，字啊，但喺手势咧硬系唔知你好嚟计嚟计咁样啊！ 呢种牙之后咧，搽唇膏又系烦啊！戴口罩，使唔使搽唇膏啊？有运化妆啦，眼影可以唔搽，唇膏唔搽唔得噶，再唔搽咧，我过年前买李佳琦推荐咗十几支唇膏咧，就用唔晒，咁到时点买新款喎？讲到尾，开工戴口罩最唔惯嗰个系我啊！以前唔使戴口罩，老细通我哋开会，我习惯咗一直保持微笑，适当为老细嘅发烟鼓掌。 依家边个口罩挡住咧？我好甩控制我啲面部肌肉吓，我系好努力坐喺绿色讲废话、套话、假话嘅时候咧，我人转变自己耻笑、冷笑、讥笑，甚至从破喉大骂。就因为戴咗个口罩，啲汗道我都表清咁样，我咪想闹鬼佢啦，好难顶嘅真系。乜老细，我讲笑嗰啲啊！学工啊，当然系好事啦，戴口罩咧保护自己啦吓，我哋依家戴口罩降压，我系保持住啲系咪先？冲新适应我哋嘅日常生活，但我觉得系有好处噶。嗱，而且我哋通常降压咧，戴口罩面啊，有冇注意自己有冇口气啦？戴声降压啦，喉水花喷喷啦，打一支咳嚏，饮识揿住啦吓，同埋。 因为嗰次疫症咧，戴翻住个口罩吓，睇下我哋出面重视翻我啲个人卫生啊，都系对我哋嘅生活有帮助有提升噶。希望大家尽快适应戴口罩嘅工作生活，亦都希望咧我哋疫症快啲过去，我哋唔使咧戴罩做人。因为咧，老公你讲完未啊？够时间运早教啦！啲老师同埋学生尽快翻返学校，其实亦都系解放咗我哋啲家长。我去运早教啦。